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青岛，然后我来出门门。加入我的 vlog， 耶！我们夏日冲浪俱乐部的西哥，他今天带我在青岛冲浪，但是我们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特别爽。但是今天没有浪，我们只能冲这个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如果说有尾波的话更好。哎呀，我要被摩托车给吓死了。很爽，对对。摩托车太快了，开的。这是会玩跟不会玩，我就不敢开。我也不敢开，完全不敢开。现在看到的是四方山，是四方吹的，对的对的，这里夕阳特别漂亮。那好了，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儿，拜拜，朋友们。